我还想着炸了吗？炸两处吗？哎呀，下面晚上要找兄弟，然后就是跳到那个空子底下，还有难找的地方，还有还是充电的，我那个充电的，就跟死了一样。烧烤鸭我这真没烧出这样的呀，你们得到的信息挺快呀。我问这什么车呀、啊？找的我也不太知道，是兰博基尼吗？兰博基尼找了，这车多少钱？不知道，多少钱都有啊。这次500万吧，啊，最少得500万啊。哎，这车怎么能找呢？改装改的呗。人咋样啊？这是不知道，人有那边啊。当时我是从那个青年大街右拐，然后准备跟着挑头往四站北路走，就是挑头了以后，第一反应是我的辅助正长，然后我哥们儿他搁副驾驶上，然后他就说哥咋的，就是一句非常急切的问候，就是问我一句，当时我也知道肯定事情不妙，不是刮着什么东西了，就是怎么回事了，车出现故障。然后我开车门以后，当时我就发现我的车的底盘，然后出现了这个几个大的就是那个拧火。然后我这时我就下车门，然后当时懵了，咱没有这事儿，我就脱下衣服开始糊了来糊去以后，然后当时也停了很多车以后，当时我就是往我哥们开始挨开的就是。劫车，然后想要灭火器，我们总共要了大约能有8-9个吧，然后我们开始捅，当时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压制住一点，但是后期一断面，对，压制不住。另一个火星，没，我当时，我感觉时间过得老快了，我不确定，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。车买多少钱？刚买的，咱是33的。三这才2个多月啊，对，这是什么型号的车 ？LP 560人上市，多少钱？420，对，现在这个价格有没？我这个不确定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它有没有修的价值或怎么样的，这个我就不确定了。